我们有一个同事我来南京中道里写了7天、就中间会给他送吃的有啊写了7天就在屋里待了7天宋茜这对绯闻男女早在很多年前就双双否认已经很久没被凑在一起了，没想到竟然有微博主为了蹭流量将月初爆料的黄姓男艺人与一个女子直接改成阳性恋爱脑男明星与宋姓女明星 hashtag 还直接挑明是杨洋跟宋茜，而影片内容更是瞎到只有一群人在聊天的画面，不要瞎掰好吗？来吃饭了，吃饭大哥。宋当然是宋拍那个我们有一个同事我来南京中道里写了7天、就中间会给他送吃的有啊写了7天就在屋里待了7天，7天中的其中1天去接杨，出来说还挺高兴，大概走了得有个10多公里吧，好像掉头又回酒店又给送回去。哇哦，那个是不是他经纪人想让他走然后杨不愿意然后又回来了？对啊，杨是个恋爱，他们最近杨什么各种有绯闻，肯定不行，但是那个咱俩在一起我举双手，我觉得在，我觉得是的。你们犯人有够恶心的。